呢？你保护我呀？用不着。你看你这个人，哎，小米粒儿，你可别后悔啊！一会儿还胖，别抱我大腿。哎，哎，你干啥你？害怕？给我撒开！不撒。撒不撒开？我不撒。哎，哎，你给我撒开你！说你害怕，你抱我大腿干嘛呀？不就打个雷吗？看给你吓的样，像不像个男人？小米粒儿，我从小到大啊，啥也不怕，我就怕打雷。那你现在赶紧回家猫被窝里就不害怕了，走吧。那不行，咱们小区啊，变压器坏了，物业所有人都去抢修去了，你都来帮忙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再说了，我怕你害怕，我过来陪陪你。你陪我呀？嗯，你不在这乱叫唤，我就不害怕了。妈呀！太害怕了啊！出去。喂？啊？什么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的。哎，等会儿，干啥呀？你干啥去啊？谁来的电话呀？是田笨笨不？什么呀？我大姐夫。赵刚子呀？啊。啥事儿啊？我大姐夫不去外地出差了吗？走的时候把一份重要的文件给忘在物业的保险柜里了，钥匙他也带走了，关键他明天还等着用呢。哎呀，那咋整啊？这不来电话让我帮他找开锁公司的吗？我现在回家找一下他们的电话，你呀在这替我值会儿班，哪儿都不许去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，小美玲，你别走啊！哎，我害怕。哎，哎我的妈！哎，街坊邻居们，别着急，没事啊，咱们这个电工师傅们正在抢修咱的变压器。哎呦，这几个师傅真棒哦！我说给你们打打伞吧，死活不让，淋得跟落汤鸡似的。我这不到咱们物业啊，给他们找几件雨衣，要不然再冻坏了。街坊邻居们要注意啊，今天晚上有雷电，把那个插销都拔下来啊。还有，大半夜的，注意防小偷、防坏人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咋还停电了呢？刚才妈压一下，谁把谁劈了吧？别是坏人呐，我去看看。这怎么还停电了呢？这黑区辽光啥也看不着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雷声也太大了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赶紧的把耳朵堵上。哎呀，这回就安静多了。哎呀妈呀，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，那多害怕呀。哎，这物业的门开着都没锁上啊，肯定进坏人了。小姨夫爷爷，怎么是你呢？吓死我了！你跑这儿，你跑这儿干啥来了？我陪小米粒来了，你快，你快坐那儿。哎呀妈呀，我好像是失禁了。我的妈！
哎呀，你快坐那儿。那啥，你干啥来了？这不是电工师傅人家在那儿修那个变压器吗？我是说给他们拿几件雨衣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王亚天啊，舒服吗？舒服吗？难坐我腿上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我吓得来人了，我去开门啊。你听，这么敲门能像是好人吗？是哈，这大半夜的能是谁呢？别是小偷吧。啊，干嘛呀，撬锁呢？快躲起来。哎呀，有人没？哎呀妈呀，这咋这么黑呢？有人没啊？哎哥，这门锁我整开了啊，完活。啊？不是门锁，是屋里柜子的锁啊。不是柜子，这屋哪有？错，你手指头插我嘴里了。谁？是个气球。啊，行哥，我知道了，这屋里没人，啊，那我就开干了啊，行，挂了。小偷，确认无疑了。这样，咱俩只能智取，待会儿你往沙发那边跑，出个动静，他回头一看你，我把他扑倒。干啥呀？我跑不了了。你怎么了？腿抽筋儿了。我跑，你把他扑倒。咱俩一起跑吧。你跑，我把他扑倒，要不然我打死你。我还是跑。妈呀，谁打了呀？不是谁呀？这就锁上了。成功。哎，电话，他电话。你是谁呀？战利品。哎，你是谁？我们是志愿者。小媳妇爷爷，哎，我现在回家，把我人的三轮车蹬来。蹬三轮车干啥呀？把他送派出所去。直接报案不完了吗？小姨夫爷爷，下这么大雨，还麻烦警察叔叔干啥呀？他们就够辛苦的了。就咱俩直接把他送去不就完了吗？你等我啊，我现在就走啊。好，你快点回来。好好好好，我怕我收拾不了他。哎，我说外边那个，你要干啥呀？干啥？你这个小偷干啥？不是，谁是小偷啊？我是开锁的。啊，小偷都会开锁。不是，我这可是公司派来的啊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公司派来的。哦耶，抓着一个团伙，这下功劳力大。别动啊！不是，我说给你做一下笔录，说第几次到我们小区？我这第一次上班啊！啊，我这是第一次接活呀、啊！我这第一次接活，不会有同伙吧？啊，没有，就我自己。这以前干活吧，我都是跟我爹一块儿。你爹呢？退休了。妈，干这一行也能退休？妈，那你爹是平稳着陆呗？不是，你这叫子承父业啊，小偷。哎，
我真不是小偷吧？那个，我给你证明啊，我给公司打个电话。我，哎，我手机呢？在我这儿呢。我手机咋在你那儿呢？我拿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贼喊捉贼呀？啊，来人呐！抓贼呀！抓贼呀！哎，大夫，大夫！哎呀，大哥，你别敲了，给震死我了！震死你！哎呀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服不服？服！我给你开条缝，你把这手机的灯给我打开啊！啊！待会儿我得看，快点，别出来！哎哎，大哥，我给你开啊！我给你开。行了，大哥，给我那个，哎呀，这大哥，啊，我都说了，我不是小偷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别乱晃荡，我得找个绳把这个箱子捆上，要不然他出来了。你别着急，别动啊。来一个，亏了把灯开开了，这也没绳子呀，我到里屋找找。别动啊！喂，人呢？啊？哎妈，憋死我了！幸亏我爹教我一独门绝技，从里边开锁。这人哪去了？这是？哎，来了。哎，哪儿也别跑啊！咱们呀，牢牢开了呢，人呢？不，你给我进去吧你！我开，给我开开！哎呀，开门！哎呀，小样的，我是开锁的，你还想锁着我呀？啊！摆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把手机给我，我就让你出来。你让我出来，我就给你手机。你把手机给我，我就让你出来。你让我出来，我就给你手机。你出来给我手机。好。我怎么说不过他呀？我。行，那个你听着啊，我把门打开，我开条缝，你把手机递给我。对，就像刚才我那样。来，哎，好，我开了啊，开。哎，对，来，你把手机给我，你手得伸进来，来，你来拿，快来拿吧，给呀，给呀，哎呀，服了没有？服了，再来，哎呀，大哥，轻点，没了是不是？走，哎呀，别动，哎，不是，捆起来，捆，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来了！哎呀，救我呀！别动了，等点呢，在这儿呢，王小川，快来呀！在这儿呢，哪儿呢？救我！快点的，哪儿站着？等你，我打错了，我是你小姨夫，我打的就是我小姨夫爷爷。站住！别打了，我。是小姨夫爷爷，小偷呢？看不着啊，黢黑的啊。在这儿呢，别跑！站住，干的？哪儿跑？站住，老子！快把他给我按住！抓着一个小偷。小偷啊？谁呀？哎呀妈，这不小黄吗？小这儿，我认识他是开锁的。开啥锁呀？
那个我大姐夫不去外地出差了吗？把一份重要的文件锁在物业的保险柜里了。他让我找开锁的来，我就把小黄找来了。他不是小偷，快快，放开！好，小米亮啊，他是谁？啊，他是我小姨夫，他是好人。他是好人啊！我这手，妈呀！手肿了，他又是谁？我向你介绍一下，他是我们小区的，他叫王小倩，也是个好人。他是好人，你也是好人，对，都是好人。对了，我让你开那锁开了吗？早开了，那里头啥也没有啊。你开的这个呀？啊，不是，我让你开的保险柜在里屋呢。走，开那个去，开不了。太不像话了，啊！我是靠手吃饭的呀，瞅瞅，赔我医药费。那个，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呀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那个，你这个手多少钱？你别狮子大开口，我们赔还不行吗？我这手可是买了保险的，一根手指13000呢。一根手指13000，那五根得多少钱呢？我是六指。嗯。还又多13000，你咋整的？那个小黄，求求你，能不能饶了我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不行，小米，那个求求钱。小黄，你看那个他们也不是故意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跟你们开玩笑的啊。哎呦，你们呢都是好人啊。你看这风雨交加的，舍小家顾大家，出来给大家帮忙，真对得起你们小区这个名字呀。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幸福小区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幸福。虽然我这个手废了，可我还有这只手呢。啊，小米粒，开锁。哎，好嘞，这边走。来，在这。过来，咱走吧。可不对嘛，要不然13000谁赔得起？是，快走，快走。等会儿，都别走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3、2、1，开。啊！我天哪，真厉害呀、啊！单手开锁、啊，行，我离你远点，离你远点，离你远点。这小伙子，你真棒啊！你们才棒呢，我得向你们好好学习啊！别，我们得向你好好学习。刚才呀是一场误会，是对不起了啊。对，这真是啊，一回生来二回熟，风雨交加干劲足，大家的事情大家帮，幸福小区真幸福。